一开始是有先去朋友家参观，然后发现他们家的装潢跟我想要的很接近。因缘机会下就问到他说：“你是哪个设计师？”结果跟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美式风格的设计是同一个，所以我就很兴奋，然后就赶快跟他们联络，然后接洽，在谈的过程也都非常的顺利，所以就打算让他们来帮我设计我们的家这样子。 这一个是一个双拼的一个大房子，有将近快106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，把居住的房间、睡觉的地方都集中是在左边，一些比较属于公共的空间，包含书房、餐厅跟厨房，基本上是放在右边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把一些公领域跟适应做一个划分。 基本上我的在青少年以及大学阶段哈，都是在温哥华过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啊。回到台湾以后，其实发现现在基本上台湾80%到90%哈，跟我们在美国哈，所感觉到非常的休闲跟注重这样一个生活层面哈，是不太一样的哈。所以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把这样的一个美式风格哈，慢慢哈让国内哈更加的了解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。 在玄关的部分，我们会希望它一进来哈，能够让人家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氛围。这个屏风大家可以发现哈，里面就用了3-4种不同的玻璃去做这样一个混搭的手法，完全是用手工去做出来，所以它在困难度上面会比较难一点。我们当时呢就用国外常见的一个双客厅的做法，一边呢我们是属于就是女主人的一个想法。 另外一边，我们会比较依男主人他的想法，就以他的电器去做这样一个设计。在放视讯的部分哈，会有一点重的颜色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把音响哈、设备哈完全给融合在一起啊，不要让它凸显出来。可是我们又故意用一点金色哈，让它跟原本的我们的这些白色一些灯具啊，还有一个家具，整个做一个连接。 做一个假墙哈，当把它延伸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把客厅跟餐厅做一个完美的切割。二方面的话来讲，也会达到我们常讲一些省电啊，至少我们冷气哈不会整个延伸到我们的一个客餐厅，甚至一直往里面延伸。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设计上来讲，然后比较弹性一点。它的餐厅呢刚好就是位于内侧哈，所以它在一些采光的方式也不是说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在天花板部分，我希望把它拉高。 用一些比较乡村的做法，然后把它的上面是贴这样的明镜，把空间给延伸出来。然后在另外一些墙壁部分，我们故意还用一些灰色跟红色去做一个强烈的这样一个对比哈，反而把这个餐厅的部分给表现出更有特色。 另外一边呢，我们会以女主人哈的优雅为主题，用大理石哈，整个去把它雕出来一个壁炉，像国外一样，上面就放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镜子，完全可以把国外的真的壁炉这种氛围给表现出来。家具哈是最容易代表居住在里面它的一个个性，很多人都是会用一些比较对称式的方式来做哈，我们反而会用一个比较跳动式的，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，反而就是会呈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兴古典的一种做法。 事实上，我们会有另外一间哈，另一栋哈，是让大家可以在一起哈看电视的地方。用这样的规划哈，不但就可以把原本那种走道给取消掉，二方面来讲，它就变成就是另外家人可以同乐的一个空间。我们在主卧室的部分哈，希望还是说能够以比较舒适、比较安眠的这样一个色系哈，完全跟我们客餐厅的这样比较华丽感是比较不太一样的。 当它的空间允许的时候，哈，当然我们就划分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哈，给我们的女主人做一个让大家都可以羡慕的这样的一个衣帽间，以居住者的他的习惯，包含就是我们化妆桌的部分，他的一些化妆品部分，我们都会考虑到，然后让这个衣帽间的一个所谓的功能性跟美观性都会兼顾到。我都会跟设计师讲说。 我觉得每次出国以后，我都特别想我家，因为在饭店我没有办法找到像我家这么舒适的一个空间，所以他帮我营造了一个我很开心、很满意的一个氛围。很谢谢吴启明设计师帮我制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家的一个风格。 当然，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作品出来以后。
能够让客户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把他真正他自己想要的家给呈现出来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们所讲的，就尽量让它呈现是一个比较属于低调、比较耐看、回归生活的本质。